調べてほしいことがある。不当で騒ぎがあったようなの。ただのジャンキー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、どうもサイバーサイコの匂いがするのよね。それにドラッグが関係してるかも確認したい。死体に話は聞けないから、生きたままでね。是一个摄影机，怎样？竟然可以带我班吗？我已经48小时了。兄弟，听我说，知道我不会随便开口拜托你，所以怎样？我弄到2张电妹队的门票，今晚。知道我小孩超爱他们，可是我只弄到这场的票，我很很晚才通知我们。拜托了，班哥会报答你。我们三个班跟你换。好，只要给我来点兴奋剂，免得撑不住。果然是我的真心，没问题。然后还要去了，凡客也太悲剧了吧！帮他顶班，然后干那么久，还GG，天哪！干什么？看一下，要，他写
サコサしやがって。我就孬。该长大了。雅丽，我亲爱的雅丽，明明叫你不要碰坦数。码头销售。
终于升级了。六，六可以拆这个。Yep。哇，但是要是还是要到十八级才能，八级才能传奇。猛金的原料，大幅超越原始资本。警卫法兰克表示，最热门的种类是参鹿。我靠！所以刚刚啊，前面那个警卫的，他们看起来一个是好爸爸，一个是好同事，结果他们竟然是卖毒品。安路毒吗？安分的闪烁，把它宰了。真的没差吧？任务已经完成了。